你好，尊敬的游客，欢迎来到比奇堡小镇。在游玩之前，请阅读以下规则，并尽量遵守。规则一：蟹堡王只会出售汉堡和可乐。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品，请立刻逃离那里，因为那个不是真正的蟹堡王。规则二：如果你想过夜的话，可以前往海绵宝宝的家中，因为那是绝对安全的。规则三：海绵宝宝每天晚上都会在凌晨一点时准时出门，请不要理会他，他只是去抓水母了。规则四：如果你在十点前还没有回到海绵宝宝家中，请立刻敲响章鱼哥的房门，他会接纳你的，因为十点后海绵宝宝就要开始工作了。规则五：如果在确定四周没有其他人时找到派大星，他会告诉你一切真相，但如果你发现他的眼睛发红，请立刻逃离那里。规则六：如果你感觉精神混乱，产生幻觉，请立刻前往海之坝，品尝那里的海坝湖，它可以降低精神焦虑。